Hello，Hello， 大家好，虎哥跟虎弟又来到彰化跟韩市长合体，现在在全台湾最有名的普贤顺泽宫，来看看，就是这一顶。普贤顺泽宫，上有名，现在上有名的，就是这顶帽啊，对啊，这一顶。哎，就是一滴耶，丢丢丢！乡亲哈，来进行我们韩国语以及粤语吼，待会儿到我们的国庭。对，现在在普贤顺泽宫播扬中华中华关播扬。哇，看一下，这个给打了，这给打了，这三点给打，这三点给打了，三点赞。好想要，我想要，但是不能要。想要，但是不能要。全世界最遥远的距离就是在前面，我拿不到。
可以的吧？厦门牛肉。总统的韩国瑜先生啊，今日来到本江啊参与啊，非常的谢谢，很感谢啊。现在我们邀请我们彰化县长王惠美王县长为我们千恩门后，我们热烈掌声，王惠美县长。我是来看到这个，足感动的。第一，这么多乡亲拿着国旗共同要来替韩国瑜加油，这代表代表对对对，看到很多乡亲都是主动自己来的，不用人请游览车，有这么多人了。我们的保养是一个农业村，农业村哦，所以我们更加需要我们生产好的农产品可以呢，货出得去，让更多人在我们保养来吃土，这样我们的乡亲就会赚大钱哦。我们最重要，我们台湾一定要安全，那要怎么安全，我们就不能草莓人家工常常扑扑跳哦。我们的总统最主要有两个部分，第一是国防，第二是外交。国防的部分不是说大家要开几落千亿说才有法度保护到我们，外交的部分是要广结善缘，增加更多的国家，让我们有法度跟人互相来比拼。最近有一个部分，我不知道大家有去体会到吗？我们的 ECFA 了以后，现在最重要我们的这个 RCEP 的部分在我们台湾东协十加六，即马亚洲地方，敢若咱台湾甲北韩，咱无入去。所以未来跩国家也达成协议，因国家甲国家免税金。敢若咱台湾要甲卖原物料啊，爱税金，咱要物件出去爱税金。敢若即个部分，咱做生意人可能就食袂大。所以咱更加需要一个有法度突破我们外交困境，带领落咱台湾向前行的总统，对不对？对。所以拜托大家全力支持韩国瑜，好不好？好。再来，有了总统，咱嘛爱有地方，爱有民意代表去中央替咱发声，替咱修法。像咱的一日一休，应该爱予咱民众的有法度自主权。我想要做，你爱予我做；我想要休，你爱予我休。所以咱更加需要一个有能力替咱发声的这个民意代表、立法委员，替咱来争取。咱是民全力支持谢依凤吗？咱家除了谢依凤，是咱这个选区，也阁有一个是咱的这个萧景田嘛，伫现场，嘛拜托大家，伊是咱的这个啊，关的这个全国农会这个理事长，对咱农民会使讲真照顾，特别是伫咱保阳更加需要。啊，咱农仔食是啥物所在？顺泽宫对不？是不是冠军帽的所在？所以来到这，咱嘛祝贺咱的这个啊，总统候选人也好，立委候选人也好，拢高票当选，好不好？好。啊，花花姐，我看你有遐认真支持啊，无我听着就知哦。韩国瑜当选，韩国瑜当选，国瑜国瑜国瑜当选当选当选，谢依凤当选。谢依凤当选，依凤依凤依凤当选当选当选，萧敬腾当选，萧敬。
介绍。啊，一个是咱鹿港河尾的柯成王，一个是彰化的张汉天，嘛拜托大家好不好？好。接下来，让周主角来替大家拜托了哈。咱先请咱的玉凤替大家来拜托一下，来，捧个声欢迎一下。感谢咱的馆长、主委以及咱的庶民总统韩国瑜。啊，搁有在座有咱的小立伟，啊，搁有做侪咱的乡长，啊，搁有做侪咱关心人民的民意代表，啊，搁有在座有做侪顺泽宫头前的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因为咱韩国瑜总统伫遮吼，我要特别甲伊报告，咱彰化县的农业生产的品质。有63,137公顷，在我的选区第三选区，阁有36,552公顷，将近是咱彰化县农产生产的面积的60%。我伫遮要甲咱的总统报告，未来我们在南彰已经预定要成立中台湾高科技的农业产业园区。我相信，咱要优先建构智慧农业的育成中心，让我们有高科技的，让我们将高科技的农业透过我们的实作以及教育，能够更广泛的运用在我们南彰化的耕作面积上面。因为咱今嘛农委会有做咱智慧农业的设施奖励补助，不过。好，无予咱的农民大部分的采用。未来我们要让我们的农业人口虽然已经逐渐的凋零，可是透过智慧育成中心，予咱的高科技的农业设备可以在南彰化，让我们南彰化的农业升级，好不好？好。我相信，只要咱共同来打拼，未来咱南彰化。诶，农产品会使用同款的人力，种着更加多的产量，啊，搁品质嘛会更加好，予咱未来南彰化的水果加蔬菜比日本较好，咱共同来打拼，好不好？你拢有答应哦，咱爱共同来打拼。即摆农委会因在做啥物？有两只花莲机7亿，因五年开17亿来做花莲机。啊，搁有嘞，请一年开1,450,000的请小编。比啊，搁我听讲嘞，咱的国防部编列8,000亿的预算来买军购。我相信有很大的部分是美国的飞行机。我要请问咱的好朋友，咱即马是咧拼台湾的经济，还是咧拼美国的经济？你讲嘞？台湾。台湾。咱足侪人咧讲的选举离即马有几工？其实上重要的是，立委的任期离即马有94工，总统的任期离即马有204工。因若想要替台湾的人民做代志，还阁有足侪时间，对无？对。即届咱一定爱予咱的庶民总统替咱来出声，替咱来做代志，好不好？好。安尼，该予咱的王惠美馆长。为咱的彰化做更加多的建设，咱共同来打拼，好不好？好，感谢大家，谢谢。谢一凤，动算；谢一凤，动算；一凤一凤，谢一凤，动算动算动算。非常感谢咱谢一凤，真心的为咱的乡亲来请安、来困托，拜托各位，伫咱立委选举，咱一定要一票谢一凤。几票韩国瑜，谢谢谢谢谢一凤。现在我们以热情的掌声，热情的起喊，欢迎我们的庶民总统韩国瑜，为咱大家来请安问候，为咱大家来欢迎韩国。博言顺泽宫，这个魏主委，各位管理委员会的委员，今麦是全台湾、全世界拢有名吼，敢若澳洲拢知影，彰化博言顺泽宫，这个无话是较有名的，辛苦啦，主委，各位委员辛苦。
我们彰化县大家长，我们王县长，还有我们谢议长，还有我们远从台北县赶来前县长虎哥周锡玮，还有我们认真勤劳爱民的我们前彰化县立委郑汝芬郑委员，还有天不怕地不怕连他老婆都不怕的我们前埔园的立法委员陈朝荣陈委员，我可以跟他讲两句，你不敢生气，我是一喜欢两句。还有我们农会的理事长，最照顾我们农民朋友、劳工朋友，为中华可以说上大声讲出来的，我们中华民国农会理事长萧景田。还有右边，我两个月已经来，今麦一面大一寸，今麦好讲话，愈来愈讲话，愈来愈会晓讲话，声音丹田有力，还佫有热情。两只眼睛炯炯发光，那九号完立委谢依凤参选人，谢谢啊、哦，博言兄弟，谢谢各位兄弟姐妹，感谢魏主委哈，还有我们许乡长，还是许乡长啊，来博言，请欢迎。西武镇长，西武镇长，哎，镇长，你好，你好，你好，哦，镇长好，镇长好，拜拜，拜拜，拜拜，啊，好，议员好，镇长好，陈议员好，议员好，议员好，来博言，请欢迎，看到我的伴农。博言农民跟咱台北农产关系非常深，关系非常好。阮遮侪干部，还佫拍马，还佫公司员工，遮侪拢博言遮，无得离离，啊，无得大川，遮侪。啊，毋过博言伫台北农产，会使讲规个高级干部拢是博言人。为咱博言乡亲啊，农民朋友你想看卖？农民朋友，啥物拢唔惊啦，就是惊。辛苦的耕种的绩效无好，通路无顺。即摆台北人吼、哦，有的时候搞不清楚，看到风台，哇，这个菜绩效起来了，哦，农民即摆爆死啊，赚大钱哦，错，无会，真正无会啊。所以你看得到，吃不到。即摆农民辛苦在遮，我甲农民朋友，不管是阮大西雷利润嘛同款，吼、哦，博元家嘛是同款。所有种田的农民，种蔬菜、种水果，拢赶快，只有一个心愿，希望价格稳定，让我得到合理的收入，让我可以养家活口，让我可以起步起店。我不要大风吹，一下子云霄飞车冲上去，菜根过两天菜头，菜根菜头，我冻袂掉。所以农民朋友的要求非常基本，我辛苦耕种。我在市场拍卖一个合理的价格，而且外销得到一个合理的价格，阿弥，农民朋友都非常非常满意。所以我以后我绝对跟王惠美县长配合，阿哥跟萧景田中华民国农会理事长，阿哥恁恁家己怎么干？谢依凤，我们联手帮农民、渔民、劳工找一条路出来。各位咱博元乡亲啊，讲你歹听啊。农民利益过后，渔民、劳工、庶民利益拢过完非常好，全台湾人拢幸福快乐。因为这长期站的嘛，最辛苦的嘛。咱一只政治人物都无照顾这款的工作的人，咱是要照顾什么人？所以我们有这个心，拜托咱博元乡亲，在这届一定要全力团结选票。而依凤真正认真要给乡亲做代志，给他一个机会。让我们好好帮我们彰化县的乡亲，还有博言乡亲来拍拼。放心，我们做代志绝对袂闹亏。国民党后届真正重新执政，我一定小心、很认真的来做。我们知道，过去，咱为什么失败？因为我们脱离了民意。我们为什么失去执政？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苦民说苦，所以我们重新执政。韩国瑜。萧景田、谢依凤，底下给大家报警，我们一定会贴近民意，一定会认真执政，一定会为人民做牛做马，为我们台湾，为我们彰化，为我们中华民国，我一定会领金拍表。拜托彰化乡亲、土原乡亲，给我们一次机会，我一定全力来拼，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台湾安全。欢迎乡亲，谢谢，多谢。唯一支持韩国瑜，唯一支持韩国瑜，唯一支持韩国瑜。现在我们要
我们主席许文品乡长要致赠我们浦沿乡的产物给我们韩国瑜总统加持哦，来。代表，代表，我们邀请我们许文品乡长致赠我们韩国瑜总统我们浦沿乡的产物哦，以及我们乡民代表主席陈武腾要致赠我们总统哦一支穿云箭，青天白日重新现，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我们唯一支持韩国瑜，我们唯一支持韩国瑜，韩国瑜动算，韩国瑜动算，国瑜国瑜韩国瑜动算动算动算，新一凤动算，新一凤动算，一凤一凤一凤动算动算动算。立法委员萧启田为我们致辞。好，那现在我们邀请我们顺泽宫所有的委员以及主任委员一起与我们韩国瑜总统合唱。那我们顺泽宫所有的委员麻烦一下好不好？我们来这边的阶梯照个大团体合照。哎，我们顺泽岗所有委员八环节好不好？来，我们的阶梯哈。顺泽岗所有的委员，请迅速到台前来，要与我们韩国瑜总统谢用立回来一起合照啊。好，今天韩国瑜市长都在彰化，彰化的行政晚上有两个晚会，分别是谢玉中立法委员总部成立，萧景田立法委员总部成立。那有在彰化的乡亲好朋友可以来一起参加晚会。那接着要做联访的部分。总统好，我们唯一支持苦民所苦的韩国瑜总统，庶民选总统，总统选庶民，台湾安全，人民有权。动算韩国瑜，动算。
今天造成民调上前后小英所属我的领先将近10%，其实民进党执政大概还有200%，还是有机会。我觉得民心比较重要。是啊，你昨天提到那个两岸的关系，两岸关系的部分，用用毛巴来形容，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谁说的是谁？来，其他有没有其他问题？小三同事有被录委吗？不是，我们因为同乡县乡亲积欠货贷，大部分都是基本转过去，而且人数非常稀少，大概一点。汉伟，你要录哦，要录。同乡县长赖县长非常着急，他希望将来。让澎湖跟大陆之间直接开通所谓小三通，不要像现在一个不死。那如果能够直接对接的话，对澎湖的观光产业以及其他相关产业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会也跟赖峰委员有机会，各个委员会全力来协助。有其他问题？董事长说六十五岁是退休年龄，刚刚我昨天已经表述得非常清楚，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像范市长说，您的所提出来的东西都是范围性打高的，谢谢。还没其他问题？好，没有哈，谢谢大家哈，谢谢。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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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